棉花糖，我是棉花糖盛哲，我是棉花糖的小球。我觉得佩妮是一个人很好，对身边的朋友都很客气、很和善的一个女生，而且她也超有灵性，而且她非常的有才华。嗯，她每一张专辑我们都有买，都有收藏。所以这一次十年的纪念音乐剧，大家就是一定都很期待，然后我们也很期待。已经买好票了，你还在担什么呢？快点买，不然会后悔。快来看，我们一起看表演吧。你守护着我，月光下洒